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带来这个序曲呢，就是一首《小甜甜》。我想这一首《小甜甜》呢，应该有很多人哦，就是在这个音乐声中会陷入到那个时光隧道里面哦，回到小时候。其实这个音乐哦，如果你没有刻意去找，现在其实基本上已经不太听得见了。哎，我们其实这场音乐会做这些以前古早的这些卡通音乐呢，其实还蛮有价值的。我们可以让这些音乐呢，用不一样的方式哦，重新的再被演奏出来，再被记录下来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《小甜甜》的主题曲，谢谢。接下来这个系列就我们是正义的一方，对，是无敌铁金刚呢，它是日本动漫史上第一个有人在里面操控的大型机器人。嗯哼，那时候我们知道它的身上有很多的武器啊，可是其实那个时候最有名到现在印象深刻的武器，并不是在无敌铁金刚的身上，哎，是在他的朋友战斗的伙伴木兰号身上的木兰飞弹。是是是，他还引领时尚的风潮，对对对，连马丹娜都学他。美国人那时候刚好是在跟苏俄有一个冷战的阶段，所以他们在动画上他们要强调我们不会只是在地球上，所以他们画了很多是在外太空有不同的星球的战斗。哇！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我很喜欢叫做《霹雳猫》，在那个卡通的音乐里面，哦，包括像无敌铁金刚那个科学小飞侠，还有霹雳猫，他们的原版。哦，其实，在那个年代，它是非常现代的音乐。好像《霹雳猫》，我们现在如果上网去找，那些资料都非常的老旧，而且那个音质非常的差。哦，所以我们待会是试着去还原它，这样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。
时候还有一个卡通时段是在上学之前六点，然后起来看完卡通吃早餐，准备上学。对，有些卡通是不需要语言，就是你不需要懂得什么语言，你也可以看得懂的。像我们现在谈这部《顽皮豹》，戏而不虐的这种剧情，然后你们看着就会会心一笑哦。然后还有一部是《大力水手》，也是在几乎都没有那个对白，也对，然后也是在那个时段播出。对对对，《顽皮豹》哦，它其实是一位爵士乐大师帮他写的音乐，所以其实你在听《顽皮豹》的时候，就觉得哇，这个音乐真的是太不一样的风格。对，而且呢，中间有很多段落，其实是非常很像那个爵士乐的 Big Band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。那个大力水手呢，其实哦，它是一首很嗨的曲子，《悲哀小英雄》又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卡通的音乐。是啊。哦，所以我们一次来听一下这三首，好不好？谢谢。
最红的卡通配乐是什么？就是有艾莎的那一部。我想到那个万圣节的时候，一望过去四五十个女孩子都是艾莎。我女儿也是，我女儿班上就有四五个小女生叫 Elsa， 然后全校就一大堆 Elsa， 是不是？对，那个冰雪奇缘，对，冰雪奇缘。我想迪士尼也真的是，就是说制造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卡通王国。是啊，是啊，对，是啊，我想很多人都跟这个迪士尼的那个音乐或者卡通都非常有关系。嗯，那我们最后也不要多说什么，哦，就让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，大家一起来听这首《冰雪奇缘》。哎 ，Let go， 谢谢。Thank you.